This is personal. Let the money go back to the basement. Let go. Go back to the basement. 我们下去了。 Let the money. 好打好打！你今天好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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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
香港人，包括香港啦，唔該你啦。你可以戴頭盔，好嗎？好嗎？啲槍喺手，你明唔明啊？香港冇啊！啲槍喺手，因為你香港嚟。我哋撐後一步好唔好？你聽香港講法，我哋撐後一步。你笑位睇好唔好？你笑位。上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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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講完啦，講完啦，問題我度咧，香港完蛋啦，冇啦，香港冇咗啦，而家我香港啊 ，Hello Hong Kong，Hello Hong Kong， 開心住咯，有咩變啊？我心機啦。你做咁多人，一次做咁多人，你一次做咁多人，你点对得香港人？自己做咁多人，你做咁多人，你做平安夜，唔好做呢啲嘢啊！香港人唔好做呢啲嘢啊！流血流够咗啦，香港人，唔好再做啊！三个月啦，算数啦，咁我大家就放咗啲细路仔啦。放咗啲細路仔啦，唔該你啦。你捉咁多人做乜嘢啊？你香港有啲細路仔嚟噶，愛民主啊佢，咁咪愛錢啦，咁咪真係唔公道啊！佢係民主人權啊佢。你講啲嘢都靠我，幫我哋啊香港人，幫佢有冇用啊？你不如麻煩你走翻民人路。你真是你啲仔咩嚟？冇所謂啊，做翻個好人啊！個天有眼噶，幾辛苦啦，坐下先啦，埋邊。個天係有眼噶，我睇住啊！我做好啲好事啊，唔該你啦，做下好事啊，做下有人性嘅人啊，唔該你。好你啦，唔該你啦，唔該你啦，我俾個禮物啊，唔該你啦，咁多人捉你幾個細路仔。你忍心無忍啊！你居心無忍啊！你我對唔住我自己啊！我哋八十幾歲享受民主啊，而家冇啊！阿一代你個仔都冇民主啊！香港人冇奶飲噶，冇奶粉飲噶啦！香港人冇奶粉飲噶啦 ！B B 仔嗰啲尿液針都係冇得打噶啦！你哋諗一諗啊！你哋仔，你哋個仔女大係點長大啊？但係點養大個仔女啊？
麻煩你上翻行路啦嚇。以前香港啲牌價唔會唔見咗噶。佢講廣東話啫喎。我香港人嚟噶喎。香港人物，香港人物咁做嘢噶喎。有講有用啊。都拉咗啦。好似面罩绑住你，同佢讲有鬼用咩？我系唔到啲先啦，我系唔到啲啦，有冇啊？我系唔到点解帮咗你咁多啦？你拉咁多人啊，真系惨啊！你拉咁多人啊，你真系。現場的市民、其他傳媒朋友留意這個例子，以及其他傳媒朋友留意這個例子。現場的工作人員到兩個，林家一帶發生了暴力的事件，非法暴力的牽涉暴力事件的一個非法集結。現場情況危險，基於公眾安全以及你們自身安全，麻煩你們盡快離開。現場的記者朋友以及其他公眾人士，部分人士較早前在海富中心 B 出地鐵 B 出口一帶個大堂那裡，警方已經給出明確的命令你們以及警告，要你們離開現場一帶，以免發生危險。現在請你們遵從，依據你剛才所說遵從警方的命令，經你們後方，經你們後方往西往西方面離開，麻煩你們向你們的後方離開。你點做人阿媽啊你？我點做香港人阿媽啊你？佢冇用心啊！我跌咗個衫啊佢！我跌咗個衫啊！呢個女人。香港有咁嘅女人嘅咩？咁多點解咁多？我未見過咁多捉頭仔喎！日本皇軍都冇咁多捉細路仔啊！我細路仔做皇兵，皇軍都未捉過啊！我都未俾皇軍捉過啊！共產黨未驚過，偷渡來都驚咩？我係驚香港警察啊！而家我係驚香港警察啊！你打死我啦！我冇啊！唔該你啦，我冇辦法忍受啊！我。我不想看这些环境，我不想看这个场面。全世界聽住啊！全世界人聽住啊！香港警察殺香港人啊！係絕不手軟啊！皇軍都冇你咁殘忍啊！太過分啦！你哋太過分啦！你哋唔配做香港人啊！我唔信香港人係咁噶。因為我都日本仔打到大噶，俾日本仔，我打到我啊咁啦。現場嘅全部朋友以及其他公眾人士留意，呢個係嚟自警方嘅呼籲。基於公眾安全以及你哋嘅自身安全咧，警方已經多次向你哋作出呼籲，請你哋離開現場，向上環方向離開，向上環向你哋後方上環方向沿行人路離開。皇軍係敵國。香港人打香港是自己人，多謝你位。日本仔打我咪應該嘅，又唔同國家同佢打，佢打我。你小心啊，因為你企喺個行人路嗰個石博位啊，如果唔小心嘅話，你好容易咧會跌親嘅。但香港人打香港人咧，我多次喺度作出個呼籲啦，即係打正啲啦，麻煩張思豪議員，張思豪議員。
議員，麻煩你亦都繼續麻煩你哋一齊支持你哋嘅後方，亦即係沿你哋合作路向西邊，亦即係上環方向離開。麻煩你哋繼續向上環方向離開。較早前喺金鐘道下德大和洛麗街一帶一帶發生咗一個嚴重嘅暴力事件，當中有部分人。你有冇睇到？呢次非法集結嘅活動。哇！呢個係笑啊，真係呢個係笑。前面你哋上官長好心嘅幾位人士喺海港中心嘅時候，啊呢個係笑真係你。警方多次清楚咁樣向你哋作出警告。我做鬼，我做鬼用住你，我死喺呢度，我肯定，我肯定我死喺呢度，我死喺呢度，我死喺呢度，我而家遵守你頭先所講嘅，即係你完你哋嘅後方，我想射我，呢個射好嘅，呢個射講得啱，呢個射講得啱，你哋完你哋後方能夠，呢個射講，西邊亦即係上環方向嚟講，佢唔知乜路想射我。不好意思啊，張超雄議員都不好意思，各位身穿黃背心嘅，相信你哋咧亦都係明事理嘅，因為頭先喺海富中心嘅時候，喺警方俾警告同埋呼籲你哋嘅時候咧，你哋都好合作咁樣離開咗，並且咧嗰話會咧係離開呢度附近一帶嘅，所以都想喺度呼籲你哋咧遵守頭先你哋所講嘅。繼續是向你們的身後的方向離開的，因為剛才在海富中心的時候，警方已經明確給了一個呼籲，多次的呼籲警告你們，當時呢你們是說會遵守警方的命令是離開的，所以也都請你們明白基於你們的公眾安全以及自身安全，麻煩你們可以繼續離開，麻煩了。現在有什麼東西這麼不安全？我哋有啲乜嘢攻擊行動？好，麻煩曬，因為好似頭先個呼籲講嘅一樣啦。有其他人有攻擊嘅行為。基於公眾安全以及你嘅自身安全咧，所以警方咧係對你哋作出呼籲，請你哋盡快離開呢度附近一帶嘅。你哋可以見到咧，喺金鐘道下角道以及洛禮街一帶咧，頭先咧係有人投擲汽油彈啦，以及係各項嘅雜物，包括磚頭同埋石頭。所以不好意思啦，警方已經對你哋作出了多次的呼籲，所以麻煩你哋合作。我面前著黃背心的各位人士，其實頭先在海富中心的時候，你哋已經表示明白以及係離開的，所以請你哋繼續遵守你頭先所講，遵守遵從警方的指令，繼續向你哋嘅後方離開。好。好，麻煩啦，不好意思，各位嘅人士都留意啦，這個是警方的呼籲。好，不好意思啊，麻煩你小心啊，麻煩你小心啊，警方已經作出了多次的呼籲啦，麻煩你哋向後行，麻煩你哋向後行啦，不好意思啦，警方已經向你哋作出了多次的呼籲，麻煩你哋合作，麻煩你哋合作，遵從警方的命令，繼續往你嘅後方行。真係我哋企喺警方嘅防線前面就得噶啦。Quick one of the initials, let's get us all ready for our journey.